这个众生未稳定，就是咱人的第八识内底有各种无同的精气，哦，所以佛陀才甲咱教，教这个三无老法的戒定慧，啊，甲依着婆罗蜜的中间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啊，甲智慧安尼。但是八正道内底有一个叫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义、正业、正明，这拢戒哈。恁听我讲吼，正见了有一个叫做正思维，这个正思维吼，比这个三十七道品内底人吼，有一个叫做素正勤。素正勤就比如讲，咱今仔含环境接触着中间，咱有阵心计起恶念，咱较紧压制。哦，啊，那是迄个恶念无起，唔通我起起来。那是佮起善念，较紧我起起来。善念若无起，又闻法了后，较紧会生出善念出来。这就是含思维有相关。那么来呢，这个吼、哦、正思维，来有一个叫做正义，哦，啊，正业。正明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加一个正勤，就是正精神哈。正勤哈，正勤啊，就是正精神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安尼，安尼知影哈？八正道，六波罗蜜。啊，甲这个三无老合，伊这个内容就是伫无同的道场，啊，无同的法器，无同的众生，啊，甲讲出无同的这个个名相，但是内容内底呢是类似，啊，是类似哦，啊，就注意哈。那么这个，这个啦哈，这三条，这四条就是定义，是这三条就是戒。那么这条就是精进，这个正明就是有正确的职业，安怎样吼？因为职业若无正确，关大家做业嘛，安了解吼？这叫做正明，啥物个叫做正明？因为向外的事业，较会用这个生命呢，这叫做正明，哦，叫做事业，正确的事业。那么这个正业，就是正确的行为哈。那么这个正义就是讲话爱正确，唔当乌白讲、笑笑讲、对话讲、唔对话讲、歹话讲到鬼牛车，好话连一句都袂晓讲安尼。有无？你家己想会安尼袂？有一种人吼，既讲话无一句好话，既开嘴无一句好话，对不对？恁边啊，唔到迄种厝边隔壁迄个人，既讲啥就是要伤人，吼、哦。那么这个要注意哦，因为害家己的哦。来，我这样跟咱讲哈，再来哈。今仔日咱重要就是这个念心珠哈，因为咱在讲的迄个心未定掉哈，就是无正定。但是照讲，哪有正念就是正定啊，有正念就是正定哦。今嘛安怎又开讲正念就是正定？这个念叫做念心珠。你今仔日个想念，伫生活中每一段、每一段的生活，你拢袂乌白起心动念，这个叫做正念，叫做念心主。所以我即马甲咱讲，你若是真正有种水准，你绝对二个以上。二个，我甲讲四个内涵的二个哈，你在自修内底绝对二个、三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袂乌白想念。每一段路你都非常那个想念都健康，甚至都稳定你个人的心思。我现在说一个更简单，塞车就是塞车，吃饭就是吃饭，睡就是睡，倒了就睡。所以有一个禅师说这样啦，说你最近敢无去修行？他说有啊，我每天也去修行。你安怎修？他说我照常打水泡茶、食饭、
放西放少安尼，吼、哦、啊困就困安尼，讲安尼较对。啊凡夫嘛是安尼，伊讲凡夫无共咯。凡夫伫每一段生活拢有无量的梦想，我讲听有无？但是这位禅师呢，哈、哦，这位禅师哦，人伊讲我嘛是原在打水，原在泡茶，原在吃饭，原在放西少，原在照安尼困。所以我和凡夫无同，所以这个叫做念心主，因为伊稳固并无各种的这个妄念出来，安尼是不是叫做定心？安尼就是定心，所以有正念就是有正定啊。那是这种的水准，我跟你讲，你今生那是真正落实这个，你绝对超过这个个二个以上，殊德含果绝对超过。平常时吼，咱有两句话给讲安尼，讲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感觉听到这两句话，你若样替别人想，人规个人都替你想。喺厝边隔壁吼，有一半迄种富人人吼，安尼孤单，囡仔若来因厝，啊，就安尼改成安尼共赶、共念、共骂。啊，人啊厝边有寡代志，伊拢唔肯共帮忙。有无？恁隔壁敢有迄个人？有啊，足济啊，较早阮隔壁嘛真济啊。啊，当因有代志的时阵哦，人嘛无要插伊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是讲可怜啊，咱过来甲斗烦恼啦。有的是搁安尼，但会记着，恁若要为众生，要度众生，那菩萨就要度你啊。你若把苦甲做人，家己修家己，我甲你讲，你对了也是安尼对了，因为自修的人叫做教化百姓。啊，要了解哦，因为今仔日你有发菩提心要度众生，你白日就会当含这个菩萨南群啦。我讲你听有无？含迄个菩萨群内底哩。啊，你今仔日来讲修家己就好啊，我管待别人去死了了。我甲你讲，你无大志气吼，你白日对了也是对了，因为你无发大心，吼、哦。爱注意这点哦，所以今仔日已经发过菩提心的人吼，经过菩萨道，无论在家出家拢讲意思哦。恁爱好为众生努力，会当做偌济，尽量做偌济。等于你今仔这个心发出来了，菩萨就会放光给你加庇，那无你的业障现前了，真歹处理。哦，因为你今仔日初入佛门，发大心就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了，你就有落实，并无骗佛祖。并无骗菩萨，啊！即嘛伫即个菩萨行为上，你去努力。那么在其他在菩萨、甲摩诃萨，听好无？伊就去甲你顾啊，去甲你顾，你会真单纯，你活了真单纯。一毕竟呢，啊，就未搁在其他的遭遇较少啦，继续少的。哦，啊！你若讲真正在业障现前真严重，那么菩萨出面甲你解决，哎，毕竟呢啦。啊！你若是讲都发了，啊，都假是讲都你甲讲这个话，啊，你我都满白骗无，这句话有无？讲这句话，满白骗无，都业主唔该满白骗无哈，听无？啊，我行我素，家己想家己对，安尼伫这个菩萨群将来你拦袂落，因为心未相应，心未相应哦，你也了解，心未相应，把这你遭遇所有困难，那么这个就真歹解决，就随业去安尼。哦，所以会记住，咱若会用为众生，那么众生就度咱，咱度众生，众生度咱，咱要度众生，菩萨就度咱。因为知影咱有发大心，菩萨一定摩顶放光，哦，加持放光，加庇，直直互你有智慧，直直互你脱离一切磨难，安尼，你就真正常安尼成长起来。所以这个菩萨都一定爱坚守落去，了解吼，佮会死嘛，甘愿就对啦。度众生。破外法哈，破外道会死得甘愿，因为安尼前途较光明。爱注意一点，因为菩萨是甲你救个，下边下面南群啊嘛，南因的菩萨群内底人，吼、哦，啊看你听有无？因暗是对这个个三十一页的尾啊，遐尾啊是以大乘教成菩萨经安尼。对家哈，银行对家。
那么这个大乘教哈，咱有讲到佛法有三乘，对不对？有五乘啦，照讲是五乘，是人乘、人天乘、转两乘，啊，加这个二乘的这个阿罗汉加辟支佛，哦，啊，即卖就大乘菩萨道安尼。那么这人天乘就是讲人乘加天乘，就是针对着这个个三恶道。啊，甲善道的这个问题，这个人生就讲你若是修五常，修五戒，来世做人都有机会。安怎吼？啊，若是修十善戒做天人安尼，啊，若是违背五戒，啊来做十恶业，那么当然都对了这个个地狱恶鬼畜生安尼。再一点呢，就是讲，你若有善戒五常，那么这个呢，五戒啊，啊个十善戒的话，就是乎你会当带动人天人，把这个报亲有哪会去对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无理想。那么二乘当然是修四圣体加十二缘起法，哦，那么大乘菩萨道都唔是安尼啊！大乘菩萨道你本身一定有那爱素体十二缘起法，那爱知影，因为在自修方面是由这两个开始。那么然后呢，他总注重这个素性体十二缘起法，加依六波罗蜜，哦，啊加这个数量，啊加数无量心来度众生安尼，哦，所以这个叫做大乘教安尼，哦，行菩萨道来教化一切众生，它叫做大乘教。所以大乘教法就是一定要按照满六道的这个行，因为你若有修六道，比如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啊，加这个布施、爱义、利行、同事，这个叫做数量，这个将来靠这个成就佛道，成就无上正定正觉的可能安尼。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加数量加数无量心，这个定义行入佛道，完成佛道的这个法门安尼。哦，完成佛的法门哦，那你若是无修这个个发菩提心，哦，无发菩提心，佮无修六波罗蜜、数量啊，佮数无量心，当然你都无成佛的机会。安尼，其他你安怎修都无成佛，安怎样吼？那么这个你安尼修，佮成就菩萨精，所以这个菩萨精就是大乘菩萨精，就讲你伫这个世间内底里面做着这个方法的功课，本身呢。说法来利益一切众生安尼，所以这种说法，就是一定要有实际，会当真正度到众生。安尼个叫做菩萨精哦，因为说法的人真多，但是无一定菩萨精。我即马差别就互咱做了解者，比如讲今仔日说法，是为着啥物说法？是为着度众生说法，还是为着名闻利用说法？但是为着名闻利用说法，安尼就唔是算菩萨精，安怎样吼？伊是为着私欲、私心来去说法的，来去办法会，所以这种的人是真俗气。所以这种为着私心来办法会，或者为了名闻甲利用来办法会，这种的人差不多拢会对到地噶。安尼了解吼，这就无同啊，因为伊的法义未解正常，因为伊的心无正确，所以说法绝对未正确。所以将来伊必定对到地噶。吼，所以这个就是讲菩萨经，就讲大乘菩萨经。这个就是一定爱入法，但是无入法呢，伊就无对啊。哦，所以这个等下会讲到哈。所以这个大乘菩萨经有地前的十住位、甲十行、甲十回向位。哦，这个叫做地前三贤菩萨，三贤位的菩萨。那么地上呢，就是这个摩诃萨，摩诃萨就对欢喜地到这个法云地，安尼叫做十地菩萨，这个叫做圣经。啊，那么头前这个叫做贤经。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个叫做贤经。那么地上十地位，这个较叫做圣经安尼，安了解吼。所以这个贤经就是一般去讲的菩萨，那么圣经就是去讲摩诃萨安尼，安都有差别啦吼。摩诃萨的大菩萨的意思哈，大菩萨，摩诃就是大。那么这个安尼较叫做啥呢？较叫做净宝哦。地前的菩萨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位。伊都为着要度众生来说法，利益众生，安尼就是叫做菩萨精宝。啊，那无呢，就未使算精宝者。哦，当然，伊有这种的实际，伊将来必定会入到到这个
诶，地上为安尼。哦，不过这个所在，我们爱甲咱做一个说明，比如讲，十诸十行十不用位呢，这个一定要经过一代阿僧祇劫，一代阿僧祇劫了，才入到这个圣位。那么圣位一代阿僧祇劫到七地菩萨，七地哈。那么七地去哩到将来成就佛陀的这个妙觉，安尼个一代阿僧祇，这个就是咱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伊过去所修的标准的三代阿僧祇成佛安尼。哦，这个都有一个差别，所以菩萨经搁在到最上边十住，去到这个顶觉，就是十地去哩了后，甲顶觉菩萨，安尼拢总叫做菩萨经，安听吼、哦？这个因为伊还未成佛嘞，所以拢叫做菩萨经，拢叫做经，哦，啊，这个有那叫做大心的众生，就是行大心。发菩提心，行大心，广度无量众生，所以顶觉菩萨阿弥成佛的进程，拢总叫做众生安尼。哦，这点大家都了解一下哈。所以有这种的水准，它叫做精报安尼。啊，那无的话，就未使算精报。安、哦、尼了解哈，这个都无对啊哈。所以佛陀叫咱众生呢，就讲用伊的精神来作为精神，所以一定要担如来加业。广度众生，安尼较叫做真真正正佛弟子，安尼了解吼。所以学到到尾呢，咱大家有那一定爱行菩萨道来度众生，安尼较会使算讲真真正正佛弟子哦。安了解吼，这个要注意。那么这个呢，在这个《大乘庄严经》内底有说明大乘的菩萨经哦，有七种的一个要义安尼。哦，有七种的一种作为，还有七种的境界。啊，有七种的实际，哦，这个就是叫说明讲第一叫做言代，哦，这个、第一叫做言代，啥那叫做言代呢？这个言是讲因缘真大，大因缘呐，这个叫做大因缘。因为菩萨去修行大乘法，菩萨经伊去修行这个大乘法，就是讲以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啊个这个四念珠，啊个四无量心。去修这个大乘的法咯，伊爱用着无量的修道罗。那么修道罗是啥物？今来底有甲咱讲契经安尼，爱用哦，用着真济经来底即个法义安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经哦，伊面对无量众生，啊，众生有真济无量的妄谛，啊，搁再讲呢，有无量的心安尼。所以今天这个菩萨经也言啊，无真的讲，伊本身如果那是无深入经律论的话啦，吼，三藏十二部，伊若无完全深入话，伊要度无量众生，这个言都无大，无可能的意思。啊，了解吼？因为安怎呢？这个在六道众生呢，卖甲讲甲其他啦，就讲卖甲讲几道，就是干那这个人天内底人的众生都无量啊。哦，有的是真切啊，啊，真切的中间，比如讲，这个叫色界吼，色界啊，佫会多些，但是皆无色界众生哦，伊就袂多些。啊，那因为因以为因涅槃啊，所以菩萨起啊要讲经给人听，因无要听，安听吼、哦。但是色界内底人呢，有啊佫唔听的，就是到这大梵天内底，伊啊佫要听经，所以也请释迦牟尼佛讲经，哦。因本身嘛，不是来去护这个各福德的这个法会，所以这个梵众天、梵夫天、甲大梵天，这个各色界的初相来，这些众生还佫好多，但其他就真歹多。但其他真歹多呢，唔过菩萨一味想讲要改因多，所以今仔日伊若无有一个广大法义哦，那么用这个真济法，就讲八万四千法，拢总完全精通，那么以这个为言呐、啊。那么伊可无可能度无量众生安尼？哦，这点一定爱知影。所以这个呢，消法，我再讲哦，消法咯。伊这个法真少，吼、哦，这个法的真少呢，那是如果伊要诸多嘛，无啥可能啊。为什么？伊得到消法，伊就讲要度众生，安尼无可能。爱了解，但是伊一定爱啥呢？五性共通。五行要齐通哦，拢总爱通，
所以一定要不断的相求佛陀嘛，一定要这样、哦、不断相求佛陀、哦、这个缘化之后呢才会当度无量众生。但是他本人他得到一点烦恼，他就说他要讲经说法，我说这个会害众，绝对不能这样做人。所以在这个四方誓愿里面，不觉得说我无量誓愿学，这个就是要缘化大去。因为经中你若是可以扩大到真多无量法门，你都完全上界无嘛七八成，这样来跟他讲呢，你要面对无量众生较好多、哦、因为按照你可以随机客教，随众生机客教，你就是说得到一点消化的话呢，因为众生这个因缘无解固着，你只用一种法要来对治、哦、无可能、哦、所以这句话是给说要广大法义以为缘。所以今天呢，在这个佛弟子里面，人一定要得闻就对、哦、得闻一定要这个心对这个法义上的道文要不执着的心、哦、这样说、啊、我就问一点就好，事实说连自度都困难，要度众生更加困难。所以这句话叫做言代，言代就是说广大法义对这个佛陀的警告把如这如何这样、哦、这是就是这样，所以叫做言代。第二呢叫做行代，这个行代就是说菩萨的修行这个大乘哦。因为今天这菩萨道他是行大乘心嘛，菩提道就是大乘道啊。但是这个大乘道他在修行大乘，第一他一定要有自度自利啊，跟度他跟利他的本事啊。那么要度他跟利他，第一他法义一定要正确啊、哦、法义如果他若是不正确的话，他自度也无法度，何况要去度众生，总是未使随便胡白讲啦吼。恁若是无入法，就是讲无这个文成就。第一咯，恁听法的人吼，一定爱有文成就。文成就，恁就成就啥呢？成就正知见，吼、哦，成正知见哈。啊，那无吼，在邪妄的法师跟恁现在讲讲，恁有哪会信哦？因为有人打电话讲，伊妈妈一定要去点灯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要强天讲，就去庙里，但唔过三宝地主袂使去行路线，行路线三宝就取消去啊。吼、哦，啊，你都一年来噶，无你个强菩萨强佛啦，随喜人家随喜尔嘛。而且咧。三宝中的工作是众生随喜，不是给你定价钱，定价钱就不对了、哦、这样是为了名分利用。所以真的这不可说，今天这菩萨修行大乘一定要助力佛能利他，但是这种的做法也不但不能助力也不能利他。那么来哦，言代啊，跟这个行代、哦、他一定要地代，地位要大。所以这里第一代就讲菩萨修行大乘哦，吼，因为伊本身有智慧，为什么有智慧？因为伊落实到这空理，安怎样吼？因为这里智就是结讲会当知影，就是一切法缘起，慧就是讲性空，吼、哦。讲伊本身如果那是无见到无生法忍的话啦，伊嘛得爱知影到这个无生法忍安尼，无生法的法忍哦。所以这个菩萨行者，伊有深入经中，有实际修行，伊会当用智慧来观察，观察到啥呢？观察到这个人空法空，就是人法无我，因为人跟法皆是因缘所生啊。哦，啊知影吼、哦？所以人空法也空哦。好，伫这所在我去讲一个，作为这个人空就讲四，这个身躯是四大合合，啊听好无？四大合合的解脱，那么咱人的五蕴心是多变，所以这个就是结讲的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。安听吼，这个从世间的这个物质以及身躯啊，这个拢总是空，因为原生的物件。安尼吼，不但人空哦，甚至佛陀结讲的这个法空哦，因为这个法
佛陀给讲的法甲一切法，无论是有为法甲无为法，皆是因缘所生法。无为法也是空性，有为法是缘起性空。所以这个有为无为皆空，吼、哦。有为法空，哦，啊，那么无为法是本来的空性啊，因为有为法是缘生法，无为法是空理，安尼，有为法是缘生的物件，咱人的身躯是有为法，物质拢从有为法，所以无论这个五金，哦，啊，这个木，所谓世间在诸相。这个就是因缘所生，所以这个有为法空，但是无为法的基本空安尼，安尼就是拢，因为一切法皆空，还派动故事拢总空的，听无？古董，无论你今仔日这物件，人讲破铜烂铁啊，这就是组织的缘生法。过你好啦，无海。观世菩萨有的是东调，有的宋调的，有的清调的。啊，伊即马总讲海模仿的是咱民国的模仿的，安尼来甲讲，海对一尊真呢？你看，海拢从派党古下做的，海对一尊真呢？恁会敢会去接遐物件？我请问诸位，恁佛法都空性的啊，佛法都空的啊。但是伊甲讲海模仿的海假的安尼，啊那么唔是模仿的敢得真呢？我请问诸位，迄、那个唔是模仿的敢真呢？真啊假？嘛是假的啊，嘛是当做的啊。我感觉吼，接到海物质啊，我你讲佛法都假啊，啊迄世间的这个物质上。伊还阁贪着干呢，做起来就是啥？伊无智慧观察，因为伊唔知彻底人空法空，人法无我，连佛法都假啊！迄佛法八万四千法咯，无论有为无为皆空啊！所以这个地带就讲啥？地了地人法无我，有一切境哦，境就是讲境上伊会当分别，所以它叫做智慧大，叫做地带哦。啊、哦，那么第四呢，叫做勤怠啦。安怎叫做勤怠呢？这个菩萨修行大乘哦，是由功德而来啊。今仔日伫这佛法中间会当说如来正教，唔是讲伊随便都会当啊。你要了解哈，唔是讲凊彩我要起来讲两句啊，安尼就可能讲哦，唔是安尼哦。这个就是以无量劫修来哦，所以唔是讲一世两世呢。照讲哦，今仔日。伊若无修真济，说伊无可能。这个叫做功德修来哦。甚至呢，伊伫无量世的进前，就发功大心，啊，搁在精修无间哦，就是讲你不断地修，不断地行菩萨道。卖讲这个修行大乘菩萨道，伊这个个勤怠啦吼，就是今仔日伫这个佛法的时阵，会当听闻如来正教，愿意持斋修福的人哦。这个在金刚经就讲，不如一分、两分、三四五分，哈、哦，有无量千万佛数，正住善根哦。就讲伫这个佛法，你愿意勤修五戒、勤闻大乘经教，这种的人啊，伊唔是无张无地啊，伊就是伫真济世，就拜佛拜到今仔日啦。甚至唔是伫一分、两分、三分了，好、哦，唔是伫一分、两分、三分的时间来呢，就是伫无量千万佛数。正善根，今仔日开当听到大乘经教，那无咩办法。所以我把比如个，今佛教都几个人上界无嘛六百万人，但是真真正正有结听经文化的人够偌济，这可以算呢？你敢知啊？好、哦、啊，为什么因袂当？就是因无经过无量千万佛所正善根，但是起码拄啊伫这个境安尼尔，有啦，要叫你参么因袂念佛，伊袂爱。但是要叫安尼好好听如来经教，无教迄个好因缘哦。为什么无教好因缘？无法度，这是因缘无解故障。哦，
所以今天这句话啦，近代话就讲，伊会当精修，精修大乘菩萨，伊就是讲，伊其将来要成就圣果，成就菩提，这个叫做近代。因为今仔日你在思想功德，你无彻底落去落定，根本无可能成佛，听好，一定要安尼。但是今仔日咱来突准，以彼将来你有哪会当说法？请注意佛弟子在家中有哪爱注意这点？五巧待，哈、哦，这个巧待就讲菩萨修行大乘呢，一定要善卡方便来化度众生，安尼。为什么要显卡方便？因为这个显卡方便嘛，不是讲无张无地，你就会当显卡，一定爱有慧嘛，慧方便，有智慧靠方便。所以这个所在讲地带来勤带，勤带就讲不断的努力就对。啊，搁伫无量劫度落来，甲今仔日啦，哦，搁再来哦，方便显卡来化度众生。因为众生有无同的根基境界，你要用什么方便法来给他教育，啊，要安怎样来给他看，哦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但是伊本身哦，这个菩萨行者，伊这个显卡，伊未使下离生死哦。下离生死讲，伊要解脱了，伊无爱做啊，这个叫做下离生死。啊，因为有时阵吼，面对这个个六道众生，有时阵是的讲吼。真歹做工课安尼，卖讲歹道，真歹做工课。啊，搁再不时爱出生入死，所以有这种菩萨水准呢，伊就要想讲求得个人较紧涅槃。不过因为伊是跳大了，伊无下离生死，伊会当看迄个六道众生什么形，伊应该安怎样度，伊就落去做迄个形体。比如伊来人间时，就一定爱含咱出世咱人道相像。含咱人道共同生活，啊，搁在以这个社会内底含在众生打成一片，所以这个咧叫做随行住处。因为这个菩萨道呢，伊绝对无去觅伫山内面，吼、哦，伊含这个大地所有众生呢，不是联系，不是生活，安尼来甲引导来含伊，安尼敢想讲入到这个社会环境内底呢，含伊做伙来，吼、哦。那么伫生死中，吼、哦，譬如讲有同流，但是无合物安尼。合物就讲众生业报结做的工课，啊，甲这个菩萨行者结做的工课都未使相像的。特别凡夫在家的人，伊有经济问题，吼、哦，伊较执着到这个个金钱名利。但是这个菩萨行者在生死中哦，伊个大事，伊家己真自在安尼。袂讲别人在家中是为着这个个名，为着名，为着利益。但是菩萨行者绝对袂使为着名为着利益。哦，实际讲呢，咱讲一个确实啦吼，大家嘛是拢差不多三顿安尼尔啦，啊有三通穿，有饭通食，所以这个搁修行合法的人一定爱知足嘛，比在家中爱搁较知足，消欲知足，安尼较袂受到这个物质的牵缠，哦，安尼来枯缩着这个个心，这个心的一种感情袂当开发自在出来，所以这个就是去讲。本身呢，无下离生死，伫生死中，有那活了真自在意思，这个叫做显卡，哦，方便安尼。那么第六叫做伟大，伟这个伟就是啥，无所谓。安怎无所谓呢？讲菩萨皆修行大乘哦，伊的智力内充，讲伊本身内底充满着一切智慧力量，安尼意思，哦，但是伊。对这个诸法的中间，已经明辨，啊，真清楚。给决定处理呢，会使讲真干的、干脆，安怎样处理就安怎处理。就是讲有智慧的意思哦，哈、哦。所以伫大众中有时伊去讲一切法义哈，伊会当安怎样决定？虽讲绝对无定答，但是唔是用伊的私心来说法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呢，伫这个个。佛法内底有一个叫做四无畏，哈、哦。那么一个四无畏呢，我即马就有那含注意，搁再做一个补习啦，哈、啊。安怎补习呢？因为这个佛内底哈，啊，甲这个菩萨，伊有这个四无畏，而且的观本书安。那么这个四无畏的本书哈，我即马搁再甲注意补充一下，因为差不多
三四年前讲过，啊，即嘛是经过三四年后吼，即个若无阁讲一个，可能我那袂使接。第一，一切伫四条，这个叫做四无所谓啊，四无谓。等下见吼，那无达到无二三的水准，应该是无这种的本事啦哈，无这种的本事。啊，那叫做一切地无为呢？就是讲，佛或者是讲无二三，在大众中。哦，大众的群众向群众宣说，会使伊甲大众讲，讲我就是一切智人，一个上界有智慧的人安尼。哦，但是如果大众出问题要甲伊问，注意，伊唔惊安尼，伊唔惊互伊问，甚至有那伊本身唔惊答唔对起安尼，安了解吼？哎，主席，伊未强词夺理哦，听无？迄、那个强词夺理讲，伊毋捌啊，硬钻硬夹安尼，迄、那个叫做强词夺正理。佛教摩萨都未安尼。第二叫做老金部，像咱讲老金部，所以讲佛陀伫讲大众中，也是讲摩萨咯。伊会使去甲大众讲，讲我已经断除一切烦恼，哈、哦。迄、那個、老金就讲。老就是去讲烦恼，但是我烦恼已经断尽。如果听众中有人提出反驳，伊有哪唔惊？听无？断尽烦恼啊！你个人家问安怎，伊都唔惊。那么第三呢？说将道无，所以讲佛也是无恶说，伊会当公开说明，什么叫做正道，什么叫做背道。什么是正教？什么叫做白如来正教的法？伊拢会使去特地讲一人家讲，但是伊来甲众生讲好清楚，讲今仔日恁也是讲将来要成就佛道，安怎用纯正教的性德来去修？但是讲得到的当然，伊的法，伊的造成的就讲外道的困扰嘛。因为讲出来呢，什么叫譬如讲，什么叫做八正道离开八正道的，就叫做八背邪，就叫做邪道啊。安尼来到这，当然，伫这听众中有婆罗门教，有外道咧，听到伊就心内艰苦，会艰苦会起出反驳，反驳呢？但是这个佛，遐就是摩诃萨呢，吼、哦，伊会当甲解说，解说甲互伊心服口服，这个叫做啥呢？说众道无所谓，吼、哦。那么第四呢？说尽苦道无所谓，就讲佛也是摩诃萨，伊伫群众中伊会当讲。讲你众生如果要离开的这个各三界六道的苦报，你安怎样修？按照我指示的跟您讲的，安尼落去修。佛陀跟摩诃萨在讲，今仔日我跟您讲安怎样离苦的咯，安怎样远离三恶道，吼、哦，安怎样独善其身，安怎样来听大乘菩萨道？什么叫做大乘菩萨道？伊会当安尼一五一十甲众生讲较清楚哦，吼、哦。众生如果你若唔肯听我话，你将来要解脱是无可能啊！但是如果一个婆罗门教外道、印度当初有靠十六种外道，吼、哦，伊若要甲伊反驳，但是佛陀会甲伊讲，吼、哦，会阁真详细甲伊分析伊唔对，甲如来正法的到底伊对一点正确性伫对只，安尼落去到底，
以外道的人都无为谤，安尼叫做啥？说苦尽道无所谓，就讲要让众生确实离苦得乐，安怎样修行？安尼佛陀会当讲个一清二楚，这个叫做事无为安尼。啊，来注意个一路，今仔日佛法的中间甲咱讲的，你若是无深入这个文性修的呀，那么你成就正地根，那么你修修袂对哦。你绝对修不对，因为你会家己有时阵听一寡这个瞎妄法，啊，讲讲你相信，或者是你过去阿未入如来正教中间，你拜咱祖先固有的这个心道，或者是你加入佛道去呢？安尼累到底，你准接掉嘞，接掉嘞了后，你家己本身拜下家己，安尼累到底，你不但未当解脱，甚至你会注重这个非正法之法当作正法，安尼搁再来甲众生讲，你会害己搁害人，吼、哦，所以一定要好好来听闻。在这个佛法中的这个假和尚，吼、哦，假法师在人讲的唔对的话，你才会当解了解。讲到在你这个所在唔对，伫对一只，无你哪听无？真正有哪听无？吼、哦，一定要注意。所以这句话就讲：大众中说一切法义，会当机关无私，即无所恐惧，这个叫做伟大。吼、哦，无所谓的意思安尼哈。那么第七叫做殊代啦，安怎叫做殊代呢？就讲菩萨修行大乘哦，为着要让一切众生啊、哦，为着要让一切众生了知大事因缘故，速速实现世间演大妙法安尼啊。就讲今仔日菩萨伊来实现伫世间即个一大事因缘，就是要让每一个众生。好，拢会当得到，所以不时的实现的人间来演说的这个大妙法。大妙法的究竟是啥？空义啦，因为这个法就是会讲尽，但是迄个开悟空性，迄、那个就当然无讲，但未讲尽。不过你若无该带挖伊，吼、哦，一个方针该列出来呢。当然，在众生到底安怎样修行才对？啊，安怎样修这个戒定慧？啊，修戒定慧的目的是为着啥会？当然，这个就是一定爱甲伊讲，迄、那个缘起而性空，迄、那个无性法，迄、那个如来体性的这个实体相是到底是什么？阿别安怎有落实，较有可能正诸法本空，正无性法印。那么这个一定爱一条一条安尼说明，迄、那个义何以哇？吼、哦，这个空理，理是未讲尽，但是事理上会讲尽，唔过迄个实未讲尽。未讲是总是一定爱甲讲，讲甲互挖伊安尼，挖伊互伊体会出来，慢慢迄个思维中会体会出来。吼、哦，安那无呢？没有啊，听都听咧，啊，毋过即个万行代志未入法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是为着要互众生入到到即个大涅槃的灭度意思。灭度你本身若是要开悟自性，迄、那个正无性法的话啊。那么你无可能达到灭度，哦，所以这个叫啥？殊代啦，安尼，安吼。那么这个咱就是伫这个个大乘庄严经论内底，庄严经也对，庄严论也对啦哈，啊、哦。那么伫今内底提出这五这七条安尼，安了解吼，大家等爱去看。那么这个显量性教论内底搁在讲安尼。哦，这个第三观讲大乘为诸大乘发性。哦，这个大乘发性就讲伊本身就是住在这个菩萨道、大乘道内底人，你知影吼、哦？那么这个伊的重点是啥？为着要让自他证到这个觉灭，就是伊本身有那要达到觉灭，搁再来伊要教育众生达到这个觉，就是安静加清净，灭就是灭度。你若无安静清净，你无可能灭度，所以你叫做寂灭，安怎吼？灭尽一切烦恼，吼、哦，得到安静自在、安乐自在，这个叫做寂灭。但是因为要达到这种呢，所以这个大乘菩萨都不是不断的爱受思甲教呢，不是安尼啊，不由思教，但是伊会当发正、发正愿意，佮受方便，伊不是一定爱服思，不是佮教。因为伊本身家己唔免有书噶，伊会当发就这个正观，但发正观了后，伊就会用修方便法啦，为方便。
所以这个呢，若要照讲，伊唔免有思考，当然伊嘛是爱累世的累劫。但是谈到结讲呢，谈到结讲，这个个功大劫吼，有功大劫、无量劫都已经有修来，就是伫谈到结讲迄个勤怠啊，伊唔免人家教，唔免人家鞭策，伊该人安怎样做，但是伊出自内心，伊就会样做。不但出自内心的样子，甚至一个做了真正确安尼。所以这个就是伊唔免有思考，但是伊发完了，伊就开始会样修出来。哦，这个对个这个显用性教论内底讲的，修大乘发性的人，有大乘发性的人，伊就会样家己安尼做。哦，那么这个就是去甲咱讲这个以大乘教成菩萨经，那么下面他搁再讲勤修善法安尼。好、哦、那么就休息十分钟了，靠过来研究完了，弥勒尊好齁。哦